这里面的数字必须要去做格式的调整，所以从这边选到这边，常用三位一体没有小数位数，第一个格式化，再来这个统计图我要加趋势线，把这边加，请把趋势线打勾。首先这是年，没问题，这是利润，那当然我建议你把这张图要改成正确，所以这叫什么？各年利润统计。四件事：一，常用底下千分位符号，小数位数减少两位；二，这张统计图我要趋势线，就是增加其他；三，趋势线打勾；四，麻烦请把标题改一下。请把这张资料表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各年利润统计，其实就是图表的名称，这是工作表名称。